迎回到职业电竞联赛，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英雄联盟职业挑战赛的第二场。从我们的画面上可以看到，电竞龙接下来要对上的是 AHQ。 在此之前呢，我们要先请酒桶老师。妹子安安，这滑溜的胖没有啦，多讲一点嘛。然后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电竞小磊磊，多讲一点嘛。这样可以吗？还要什么？大朗声来听听，快点。这样对吗？